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标股偷开车》，我是王明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前天啊，台股又跌了48点哦，中场拉高，仅跌48点，买股票有钱赚了啊、哦！今天落48点，开盘马上大跌百点，我讲加拢加台的，因为我的满足点，整个波段的满足点这里就到了。所以说你会发现呢，它直接拉上来就停在这里。阿里公老师，你敢有讲？我昨天传真稿写得一清二楚哦，我再拿给你看哦。然后尾盘直接拉高，大家在跌，全球股市都在跌，台股也在跌。我反手低接，卖得丢啊！如果你没办法掌握每一段行情，你怎么可能赚得到钱？哦，讲个小故事啦啊！相信各位都听过哈，什么叫做瞎子摸象的小故事啦哈。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啦，很多瞎子哦，应该有几个瞎子他们是好朋友啦哈。那重点是他们没有看过大象，所以说呢，国王呢就拉了一条大象出来，请他们摸。那摸到鼻子的哦，说这个叫做水管。摸到耳朵的就叫做扇子，哦啊，摸到哪里就像什么啦哈、哦。结论是什么？如果你对未来的行情都搞不清楚，那跟瞎子有什么两样？哦，不是在骂人的哈、哦，我再强调一遍哦，股票市场就像战场一样哦，如果你没办法掌握每一天的行情，你怎么可能大赚？那谁有办法掌握行情？很简单哈、哦，我恭喜拜哈。这股票市场输家跟赢家的最大的差别就是，输家他会每天跟你强调过去的丰功伟业，这个事情我不做的，我只会告诉你我们现在买的时候股票做了什么事，赚了多少钱啊，这才是真正的赢家啊，因为每一天都很准，不需要去强调过去啊。请问你告诉我，我们就讲大盘就好了，谁带你卖在这一波的最高点，前一波的最高点，谁带你买在这前一波的最低点？这两个加上这两个黑 K 棒，谁又带你买卖在波段的最高点？那我今天要在这里买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，我们把它缩小。我说我买在这里，卖在这里，买在这里，买在这里，卖在这里，买在这里，卖在这里，买在这里，卖在这里，你相信吗？信者恒信。如果你有持续看我节目，我相信你都认同了啊、哦。那不信也无所谓啦、哦、因为你每天看你就会发现哦，撑得很准哦。来，今天跌48点，大家在跌，我反手买股票，你们这奇怪哦，啊，惊个要死哦，哎，老师这边帮盘哦，那我叫你卖，你为什么不卖呢？那事实上今天跌48点，其实你不用害怕，因为光台积电就贡献了所有跌掉的指数了，今天光半导体跌的指数，你全部把它拿掉，今天最少涨30点；全指股把它拿掉，今天最少涨50点以上。嘿，老师啊，今天跌48点，事实上几乎所有股票都在涨了。来，所以说如果你看不懂，你怎么可能赚到钱？礼拜一我怎么告诉你的？还记得啦啊？上周末礼拜五，欧股大涨。美股也大涨，全球股市都大涨，所以说放完假后的礼拜一，日经指数大涨，大陆股市大涨，香港股市也大涨，那台股呢？台股当天涨8点，所以说你认为礼拜二还要继续补涨啊？代志不是亲像你想的这简单哈。那台股呢，我直接告诉你，斩钉截铁的告诉你，该休息了。我不只告诉你该休息了，我说这个叫做边拉边出，我当天跟你预告短线要进行修正了，最少要跌100点以上。这样有准吗？高点在哪里？也就是说我在这天叫你卖股票，隔天大跌，隔天大跌，今天再大跌，我买股票，安尼有清楚啦，安尼有准啊。所以礼拜二台股大跌，礼拜三台股继续跌，今天台股再暴跌，
但是当你们在砍股票的时候，我在买股票。重点是什么？很简单的哈，如果你是连未来的涨跟跌都分不清楚，那在股票市场你怎么可能赚钱？你每天都是钱在输赢哦，一个不小心就会把钱输掉哦。所以说，任何的决策你都要想得很清楚，明天的涨跟跌你一定要搞清楚，你才有可能大赚呢。不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每天看了看半天。如果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走，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未来什么股票会飙，你真的敢做吗？不如退出市场。那既然要做，就要精准的操作每一波的行情哦。所以再强调一遍哦，如果你搞不懂行情，等于是每天都在赌行情。那我要告诉你，十赌一定九输啊。可是如果你可以掌握行情，你等于掌握了未来，你会赚到手抽筋啊。我干母呀，我会示范给你看，你不用紧张哦。所以说你还不知道怎么做的，没有关系哦，赶快跟上脚步哦，一定要跟紧一点哦。Follow me， 啊，你好不好？谁最准？我相信很清楚哈、哦。啊，李恒公老师啊，啊，到底明天会怎么样？今天为什么大跌？难道你有讲吗？不是我讲了哈、哦。来，我们都规划好的哈、哦，这是昨天礼拜三，礼拜三你就看得到的哈、哦。台股今天继续跌，达到9668，第一个满足点。那我认为它是三波段修正，任何修正都一样哈、哦，基本上它不会一次跌完，所以说我认为它是三波段修正。所以说呢，来到第一个满足点，也就是我礼拜五、礼拜一预告的，昨天达阵的这个点到了，它就要进行反弹。那反弹的目标大概在9000基附近，也就是说呢，它反弹大概只有30点。弹完之后呢，接着继续走。第三波修正直接挑战9600，啊，你有行测不？礼拜三，礼拜三，好，那既然他会杀到9600，你要在哪里买？来了你就买啊。也就是说，我昨天已经帮你把后面的行情都规划好了。照理说，他会稍微弹一下再杀，好，但是你会发现哦，今天不是弹一下哦，他连弹都不弹哦，直接跳空往下杀。他不止杀到我跟你讲的满足点。他还直接灌破，直接回补缺口，哦，比我想象还要弱了哈，那不是重点，因为昨天的美股真的跌太惨，跌了快300点，所以说呢，他直接跳空直接跌到这里哈，那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他又拉上来，也就是说这里已经他的跌幅已经满足了，所以说为什么你会发现哦，早盘他留了一个很长的下影线再拉上来，然后就走平了，哦，因为他的满足点已经到了嘛。它的满足点就在这里嘛，所以说呢，它开始拉了，也就是说，这里开始要走反弹波了，哦，反压在这里，哦，那你不用管反压在哪里，先弹再说，加上今天刚好回测整个上升趋势线，所以没得丢啊，啊，你有清楚不？如果你这里有买股票，有卖股票，难道这里你不敢买吗？阿里公老师，干母鹰啊，你这里真的有调节股票吗？上礼拜带你买的两档股票，先卖一档再说啊。连展，3月23号，我请你卖掉，他连飙了3天。我问老师啊，卖了是不是赔钱？不是赔钱啊，我跟你讲，连飙3天还是不如预期，不如预期还是大赚，大赚我还是要卖，然后买这档股票。那这档股票呢，卖完当天，卖完转这一档当天大涨，隔天继续大涨。昨天稍微压回，今天继续涨，也就是4天的时间连飙3天哦，换股换对你就继续赚哦。那重点是我们在哪里买连展的？一年大底起标点，买完从早盘拉到尾盘，从盘下拉到盘上，疯狂大涨。20号继续飙，23号创波段新高，盘中就大涨半根卖哦。当天我请你卖股票嘛，节目我也跟你讲大盘要跌嘛，好嘞。我们就赚这一段，啊，不要嫌太少了哈。如果你没卖，那更惨，有没有？那更早一天我带你买，我买连展的前一天，我买的另外一档股票呢，它叫做雷虎，买进多单，底部刚要起标，为什么要买？很简单哦，跟上脚步哈。我不会每天跟你看图说故事哦，拿一张 K 线画两条线，上面画个圈圈叫做压力，下面画个圈圈叫做支撑，谁不会？
3岁小孩都会的东西不要拿出来秀，好不好？我不会跟你每天玩看图说故事、文字游戏、躲猫猫的游戏，我只会精选标股，真的让你看到、买到、赚到。事前预告，有买有卖，短线波段快速大赚。所以，任何股票都一样，我会告诉你它的起标点在哪里，买在起标点。我会告诉你它为什么要飙，因为任何的股票它要飙之前，一定有原因，一定有逻辑，一定有道理，一定有理由。而且你要领先全市场，知道它飙涨的原因跟理由。当你知道它飙涨的原因跟理由，当你找到它的起标点，你干嘛买？目睭开，你就该买落去啊，有没有？那你说为什么我要带你买雷虎？很简单 ，MRA 超级标股，多轴无人机的超级标股，它叫做雷虎，就是这类物件。看哈，你把它放大哈。那我们告诉你为什么它会飙，无人机超级标股哈，自创品牌哦。那老师啊，爱的做回零机，我们做回零机了哈，测遥控飞机啊。可是重点是可以做到成为世界级，可以让那个运用越来越广，那就不得了喽。它叫做天上的物联网，什么叫物联网？在哪啊 ？Let's be seen。张忠谋说下一个造元产业啊，重点是啥？这是去年在炒的题材，如果你现在还在物联网，那就逊掉了。今年最红的题材叫做天上的物联网无人机标股，市场规模急速扩张，连亚马逊、Google、阿里巴巴通通都要做。那雷虎呢？目前是全球第三大。来，不是跟他这几间公司要走呢、哦、？Facebook 本来要并这家公司，结果被 Google 捷足先登，抢着并购，因为它是今年最热、最火红、最新的题材。那你说它会不会飙？我带你买，我带你掌握起标点呢，而且我锁定了3天了哈，3月18号雷虎第一根涨停板，礼拜3攻上涨停板，3月19号礼拜4雷虎再攻涨停板，不要客气，你不要以为涨了2根涨停板就结束了，还没上车的赶快跟着上车，再加码，要是要喷出，它叫做雷虎，这样有清楚哈，啊，你说老师啊，你没准啊，3月20号。礼拜五台股拉回，嘛唔台股雷虎拉回，啊你唔讲会当加嘛？我听你也去买，结果咧，结果咧，礼拜一开高，一早盘就开超过半根涨停板，结果咧收盘又收平盘，到底是飙的啦？结果咧，礼拜二台股大跌，雷虎再度亮灯涨停板，波段第三支，五天飙3支涨停板。有没有喷出？有没有创新高？火山爆发，5天3次涨停板爆牢，继续赚。3月25号，台股继续大跌，雷虎再创新高，有没有狂飙？有没有让你大赚？相信你都大赚了哈，卖个公没谈了哦，是不是看得到、买得到、赚得到？还是每天跟你歌功颂德？不会啦哦，再强调一遍哦，所有的操作一定有依据。所有的进跟出一定有证据，你才会买得很安心，抱得开开心心啊，这才是重点啊！不知道你大赚了没啊？啊，你会讲过老师啊，今天台股大跌，完全不受影响，盘中甚至一度拉到翻红，也是要休息啊！哈，来，所以说我不会带你去追哈。啊，你可是你会讲哦，啊，老师啊，我这2天要买什么？我如果是新参加，我如果跟你操作有什么好处？赚完了雷虎还要继续大赚，我带你买均好，一样告诉你起标点在哪里，带你买在起标点，把这里放大，底部起标，所以刚好买在起标点，正式发动，你不用管台股会不会涨，台股大跌它照样要涨。3月15号礼拜3，无惧台股大跌，先攻涨停板，今天的台股继续大跌，均豪拆档又涨停，让你串到翻掉。请问，我需要每天跟你讲300年前的丰功伟业吗？哎，老师，那一定是你以前没有绩效，
低股票赚五倍，我拢平淡讲的。那如果你还没赚的呢，没有关系，赶快跟上脚步，跟着我操作 ，Follow me， 不要再错过了哈！真正的标股，真正会标的股票，我都帮你准备好了。今天是最好的买点，明天赶快跟着我加码。还没赚的，给你最大的帮助，带你买最会标的股票。你把电话拨通，让你翻身，发发发，一定让你值回票价。进广告。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。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。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得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您准备好了吗？为了您的荷包，为了您心复杂难懂的趋势，心态一定要改变，改变才有机会，改变操作迷思，投资才会赚钱，让您稳健获利，这是我们的承诺，让您安心操作，这是我们的保证。马上接通电话，改变你投资的命运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哇哇哇！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就是这么方便。全国最大家具馆，很大很好逛，精品家具一次都能买齐。大都会国际家具馆春季三重送现正实施中。碧潭山水在门外天天上映，新店捷运在身边来回穿梭。澳洲 PTW 国际团队将游艇变建筑。碧潭水岸，捷运景观宅，双水湾，2913-1333。欢迎再回到现场哦！想清楚，只有谁可以帮你赚大钱？机会来临了，请你不要错过，人气我取。别人不敢买，我带你买；别人带你追股票，我请你卖在最高点。请问你有没有大赚？不要再瞎子摸象了，一定要掌握行情，你才会大赚哦。来，一样哦，你将来有多少钱，决定在你现在的决定。赶快去霸班，每天都要输赢，做对马上赚33%，100万变130万；做错不小心就赔掉33%，100万只剩下6-7万。一来一回就会差一倍，资产差一倍哦。不管你有多少钱，你每天都要面对输赢，可以随便输掉吗？当然不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再强调一遍，不要为了省小钱赔大钱，你只要投资一点点小钱，明松帮你赚大钱，用最少的钱请最专业最厉害的人帮你赚大钱。那谁最厉害？相信你都很清楚，再强调一遍哦，一样不会跟你歌功颂德书挡炫耀绩效，每天跟你玩文字游戏，一定让你看到买到赚到。三大保证，保证带进带出，买得到卖得掉，保证绝不凹单，所有的操作一定有凭有据，你收到跟我收到赶快一定一模一样，这样够不清楚？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操作一定有依据，所有的进跟出的动作一定有证据，绝对不会跟你玩看图说故事跟文字游戏，随便拿一张 K 线图画几条线跟圈圈就告诉你会怎么样，那叫事后才在马后炮。然后标了画一大堆的圈圈跟你数涨停，有没有意义？没有意义，因为你永远赚不到。每天跟你讲一个人买了几百张，神经病，因为你还是买不到。那你要掌握每一波行情你才会大赚。那基本面的部分我都讲过了，我就不用多说了，你会发现每一段的行情你都掌握到了，有没有？
最高点箱顶到了卖股票，当天我请你卖股票，卖完股票暴跌，杀到哪里？杀到哪里？杀到低点，请你买股票，先买再说。好，来，3月10号哈，台股暴跌，美股暴跌，你怎么敢买？啊，老师真笑哎，啊，美股暴跌300多点呢，结果呢，11号继续买，11号继续买，告诉你这最低点，多单开火，好来，就买在这里，还没买的没关系，再打下来，再测一次，再加嘛。后来飙上去，你都知道哈，这一波的最高点带你卖哈，哦，啊，就不用多说了哈。请问你赚到了没？那整理的过程比的是什么？比的是效率，比的是速度。请问谁赚最多？每一档股票都一样哦，再强调一遍，再讲一遍哦。任何股票你一定要知道它飙涨的原因跟理由，而且要领先全市场，早一步就知道它飙涨的原因。然后就买在起标点，因为它是一档股票发动前的预告讯号。如果你掌握了起标点，你又知道它为什么会飙，而且领先市场，请问你敢不敢买？你自然敢买，而且你会大赚。那请问你有没有赚？凯威为什么要飙？你很清楚，你也知道，不是每天都跟你一个人，不是每天跟你玩文字游戏、看图说故事，带你买在起标点，所以说它要飙。礼拜二涨停。礼拜三再涨停，礼拜四拉出第三根涨停，放完假礼拜二、3月2号、礼拜一再攻第四根涨停，3月3号礼拜二准备拉第五根涨停板，卖剩下的留给别人赚，公开预告卖股票，为什么要卖？我一定有讲，我不介意你赚的比我还多，我卖。当股票要飙之前，我告诉你它要飙了，我告诉你它为什么会飙，我带你买在起飙点。同样的道理，当高点来的时候，我请你卖股票，不管是卖最高，相信你都已经大赚。你不要说这样子没大赚哦，你不要说一样没大赚哦，你不要说赚到快翻掉，对不对？请问你告诉我，我有每天跟你看图说故事吗？永远都是一个人买几张吗？那为什么你都不告诉我你在哪里买的？我会告诉你我在哪里买的，很清楚哈。每一档股票都一样，同样的道理，中概的三帮，请问你知不知道它为什么会飙？很清楚哈，我讲一档股票你就知道了哈。这一档股票叫丰泰，如果我每天就叫你去追丰泰，请问你敢买吗？啊，老师你不专业，让股票都起股杯啊，你才去买，所以我买。三帮我一样让你大赚，好，我一样让你大赚，好，我们讲快一点哈，直接跳过哈，买在这里，标了四根涨停，标了三根涨停板卖掉，好，卖掉，卖掉之后整理完再买回来，好，买在这里，又标了两只，三天标了三天连续两只涨停板卖掉，所以说我们花了7天的时间让你赚了5根涨停板，速度快不快？你自己研究哈，哎，有谈不？海威5天几乎5只，三帮7天赚5只。那重点来了，最近呢，上礼拜呢带你买无人机标股雷虎 ，MRA 超级标股，买在起标点，告诉你为什么它会标，连 Google 都要收购，而且抢着要买，所以说洗了3天，你为什么不买？涨停板，礼拜四再攻涨停板。不要跟我客气，请你再加码，休息不用害怕。礼拜二第三根涨停板，狂飙。昨天台股大跌，继续喷，而且喷翻天，让你赚到翻掉。请问有没有飙股一档接一档？再强调一遍哦，不知道怎么做的，跟上脚步 ，Follow me。跟紧一点，你自然就会大赚。错过凯威，错过三帮雷虎，相信你都赚到了。那你还没赚到怎么办？这个礼拜带你买均好标涨停，今天再攻涨停板，有没有喷出？有没有带你买？有没有带你买？是不是买在起标点？是买在起标点，所以涨停再涨停。请问你有没有大赚？相信你都大赚哦。
你都还没赚的，请你一定要跟上脚步，包君满意，一样，就是八，给你最大的优惠，最大的帮助，最会标的股票，把电话拨通，让你发发发。如果你想大赚，如果你想翻身，拿起了跟上明松老师的列，让明松帮你赚大钱，祝你超顺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位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， 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得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您准备好了吗？为了您的荷包，为了厘清复杂难懂的趋势，心态一定要改变，改变才有机会，改变操作迷思，投资才会赚钱。让您稳健获利，这是我们的承诺；让您安心操作，这是我们的保证。马上接通电话，改变你投资的命运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黄金双节运，五站到大安，精品饭店宅 ，PGW 国际建筑团队，台北时尚一至三房，02-9486777。小王啊，你也学学居直来直往，有话快讲吧。好啦，爷爷，新的健康食品要不要参考一下？如果买了后悔怎么办呢？放心，访问买卖又不像过河卒子，不能回头，买了7天内都可以退，就算拆封也没问题哦。爷爷好不好嘛？嘿，将军，仔细考虑就对了。访问买卖要注意，银法族。